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一个五文呢，就是平常人管的，大家都第一下文也有讲到的，就是色、受、想、行、识，也不是五文，也是合色开心，把色法合并起来，像一个色文，心法分开来，分为受、想、行、识、思、文，五文的道理也综合，不出色心。色法流显法，色分为千态，包含二波真波，山河太体二秋弯有色之迷尘，啊，有形之界，有现象的，统统都称为色法。所以色法吧，有十一种，人身一个眼耳鼻舌身两个五境都是属于色法，啊，外面的尘境。色上香味触，啊，眼对色，耳对香，鼻对香，舌对味，身对感触，色上香味触，两个五种的五层境界，也是统统都是属于色法。而那个法尘当中啊，有一部分是属于色法，就心体行体六意识所对的法尘，一个法尘呢，有一部分是属于色法。很多法出所入色，法出所入色，就是属于法出，实际上叫没出法，法也一出所含入的色法。有什么的东西呢？比当然呢，前面做的想的事情，所想的思想，东西南北，或者是一些事物，啊，人物、山河太体等一切万物的现象，的心中所有现出来的现象啊。该就是属于位置法出所入色，比当你心观想一类法，个想一类法个法呀，就是属于法出所入个色法，啊，所以因此之故呢，色啊有十一种色法，十一就是五境、五尘加法出所入色，因为法尘啊，唔系全部属于色法，一般色法一般心法，所以个一般色法算为一分。就是十一色法，也对于那个迷色强于迷心重的众生，就把色法合并起来，心法分开来，受想行识四种，嗯，所以世间一切法总不出色心，色法有执爱无敌觉，该就是属于色法，心法无执爱有敌觉，无执爱有敌觉，该就是心理作用，无形无相，该就是属于心法。而这个心法当中呢，有心王心所，心王就是八识心王，这个五闻的识闻，识闻就包含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也是六识，再含包含那个体前曼那识，啊，体外阿赖耶识，也为是八识心王。心王为心理的作用的主作用，心所就是心王所有之法。为心王所有的法跟心王生意的同盘的作用，就是心王所需的各种的作用，比方讲话详细分类啊，有增多、变行、撇见、善啊，烦恼有根本烦恼、随烦恼，还有不听法、非明心识，俩都是属于啊心理作用的法啊。那么属于心所分别的同盘作用、神气作用的法，啊，从烦恼的贪嗔痴为心王所施及神气来作用的法，家天无心王，也就无贪嗔痴好讲。所以这个贪嗔痴是属于心王所神气的作用。所以因此之故呢，这个心法详细分类啊，心王有八种啊，就是八识了。心所有法有五十一种啊。心所有法五十一种当中呢，第八包含千多，就是变行法有五种，撇见有五种，
善法善心所的作用啊，有十一种。烦恼心所当中呢，根本烦恼六种，随烦恼二十种，不听心所，不听善不听恶的不听心所有四种。按来综合起来，心所法有五十一种，五十一个心所法。为十八法方的起相讲，十法十一心法八，五十一个心所法。那我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一个不相应行法嘛，属于行运，包含在行运哈。所以现在那个修相行三运啊，把那个变行心所的修心所建立修运，变行心所的相心所建立相运。其他纯的四十九种心所法，统统属归行运，包含在行运哈。还有心不相应行法的二十四种，也包含在那个行运哈。所以行运的范围最大。行运啊，包含七十三法，因为心所有四十九，再加心不相应二十四，合并起来，行运就包含七十三法。运本一无为，八法之中呢，九十四法是有为法，六法是无为法。那么因为五运本来含一无为法，只包含那个有为法，有为法就有九十四种，所以有为法的九十四种啊，十法十一，心法八，心所法五十一，心不相应行法二十四，俩就是属于有为法，俩就是这唯识的讲法啊。一个道理，如果详细研究啊，研究这个五蕴论，有讲五蕴论啊，也对这个五蕴的这个名相哈，有详细的解释。现在有没有人讲这个八戒心经的用意啊？是显示一个空理，所以对俩一类的名相没做详细解释啊，就是把名称啊略略提出来一下。书文当中呢，就是我们凡事有所感触啊，心理上感触到各种的境界，这个书要抽象论啊，有三种：苦修、乐修、不苦不乐修。不苦不乐也准备杀修啊。比方讲话，你的压筋啊，是一种痛苦的表现，这就是为之苦修；顺筋烦恼的境界，这就是乐修。也唔会苦，也冇快乐。该就是为着不苦不乐修，也称为杀修啊。一个详细分呢，修有五种，就是苦、乐、忧、喜、杀。身体上感受的压筋，就是为着苦修；心理上感受的苦筋，该就是为着忧修，忧愁的忧啊啊。心理上感受身体快乐的境界，这就是乐修；心理上感受到快乐的境界，这就是喜修。喜，心中欢喜。心中欢喜有受两种啊，拿来拿来分开来，就是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啊，同样有杀修。所以详细分类苦乐有喜杀五数。相问啊，就是相心所，变行心所的相心所。变行心所五种啊，就是出、作、意、修、相、识。识啊，识心所属于行问，出、作、意两种也属于行问。修为修问，相为相问。相问的作用啊，主要就是指体六意识，体六意识的作用最强，能够思前想后啊，其各种的想法都从体六意识来，所以想问难外建立一个五问之一。行问为总包含其他各种的心所，这就是属于行问。俩修相行识五问，指我们人的身心嘛。一个人的身心中种不出了五法，心理作用的五法当中呢，思想行识，俺们就本着个心理作用所标，日日都按想东想西啊，发苦发乐，种种的境界进度啊。
那么第一的两个文读模式体上修的管控，所以明白文的详细分析之后啊，进一步就观察这个空的意义，解释隆重啊，文明白之后要观察空，解空解是实书相行是样啊，统统都会空的，没有一法不会空的啊，所以解是包括一切的意思，所有文诸法统统包含在内，也统统都是模式体分化回生，所以为是空。空啊，唔系讲冇，世间人谈到一只空事啊，就讲哦，个冇咧，空空咧，冇办事咧啊。其实空唔系讲冇，空说明第二个话冇自信，冇实体，因为佢冇自信，冇实体，就按到空，唔系讲话一个东西冇得，唔系讲个东西冇得，怎会空啊？就是第二个话冇自信，冇实体，就按到空啊。问解空也记啊，其他的一本行有一座问等解空，因为基本上没想讲问还有包含世间法的十二处十八界，有包含出世间法的十二因缘，还有四谛菩萨法的智德甚至佛果，所以其他的一本有写作问等解空，也有写作问等此心解空，这等于假主解，讲问等法用办法空呢，因为其没此心没实体，所以问主法没此心的缘故啊，所以成为空。空的意思说明一切法都是因缘受生法，因缘受生法没此心没实体，此体不实，所以是空。如果把那个空义啊详细分析呢，有四种的意义。第一，空无义，因为模式体，模式体好得，此心不可得，所以是无，因为空无的缘故，所以称为空。第二，虚空义，像我们现在这个眼珠所看到的世间一切万法空，无形无相，也无各种的说法的表现，所以老了的虚空中央完全不实，也是听你虚空的意义。所以平民上往往拿空来比方啊，就是像了的世间虚空，你现在所看到的了无实体好的，所以不是虚空呢。第三嘛，心空呢，心法你讲佢有嘛？无形无相，内外追寻一种物，完全寻佢个实体不可得。所以初祖对女主讲：“将心来，与你安。”女主慧可太师讲：“咩心了不可得，无形无相，所以心当地即空，因为佢无实体，无形相，无一点个实质可得。”所以心当体即空，像心空中央，咩心了不可得，所以心空义成为空。第四种的意义啊，法空义，实出世间一切法一样都是因缘生法模式体，所以一切法都是当体即空啊，所以不是空义。跟我们讲问解空呢，讲问解空啊，综合起来有三种的意义。第一种，拿我的眼神来讲，一张眼神啊，四态问加合于神的，四态体水化风都是属于色法，心理作用的思想行识，一个身体四态问加合神的啊，只有问主法啊。让问诸法符合起来，成为你的身体。符合起来之后，穷神之事呀，享受，念念享受，这个发生变化。所以符合享受啊，各家显现出来的身体模式体啊。所以第二个眼神呢，当体即空。你讲眼神呢？你拿了详细分析分到最后
没有一个实体好的，还不是空吗？啊，有形象有体这个强烈的说法，体水发风，一个身体啊，你讲风太狠挨吗？离开风就没实体好的，一个风没形没象啊，譬空有风就狠人，譬空没风啊，事态就贵人啊，水分老外面的水重要啊，火只是一种暖气小气啊，体态肉质态的都是水啊，骨头火一烧变火了鬼体态，所以体水火风体态那里分开了，你看那个是我啊，你说哦矮哦要矮个哟，体水火风那里分开了，那个是我无一样的实体的我，火烧起来人人有了分开了就不可得，所以分散通通当地都是空的，所以他有五问主法，其实这位符合起来享受家现在这个人生模式体，所以这个人生当体之空了解这个空意啊，你就对世间法不去爱错不去贪错啊，慢慢我这嘛就会啊更强更粗，到了最后啊就可以完全把那个我这收清，所以要讲那个身心主法只是假名，无是体好的，所以是空。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两五问诸法，一也是因缘所生法。是哪里个体水火风来讲，体也是因缘所生法。离开天人出现这个体也不可得，而且这个发生变化非常急，几秒几分钟，沧海桑田，桑田沧海。你看你回个太体镇。中部的太体镇游到过去一向的强山绿水，一分钟的通游就变成黄山中央，山变下来的树啊模特的变成黄黄堆堆的山，可见这个世间一切说法都是时时都在发生变化，因为这都模式体后的两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世间完全变过了，世间人所爱着所接触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上百年轮着下来的啊，无论是家庭环境金融钱包一切一切两分钟听听顿时升空啊，一切都没了，所以你看这个时间法哪有实体呢，要最先是给说明啊，但你啊自然给把你啊给脱离啊，说明不爱人来了解，不过太过于残忍的位啊，把这个生命啊两分钟的时间就几千条生命都对几千没听，所以这个世间法多么实体变化无常，来得非常讲每一样东西都是各个自性皆空，实法当中体的自性皆空，水的自性皆空，火也是自性皆空，风也是自性皆空，乃至这个心理作用都是自性皆空，体水火风还可以看作影子现象，双下是空，何况心理完全无形相好的这个空意见为显明，所以因为其无实体无自性而称为空啊，不是说无体上空啊，现在当地就是空啊，要不听一种音音就是说符合起来的固然是空，所能符合的一切的元素一一都要分开来，每一样东西其实它本身次第也是当地之空，所以由此可以明白了一切法没有不是空的啊。第三嘛，问诸法当地就是真空实相啊，念妄即真啊，也该妄希望诸法当地不离真心离体，当地就是真空实相，也该托你在灵验平衡讲得最详细了，六根六尘六识啊，乃至其他一非因缘非次缘，当体就是以来常没有真一心，常心就是真空实相啊，要把这空你讲就是真空要法经的诸法实相讲就是实相啊，所以这一切法当体即真，
唔咩离开一切烦恼，我有真好的。就在希望诸法当中啊，当体即真。所以云伽太师嘅净土国行讲啊，无明是心即佛心，幻化空神即法身。你晓得体悟，无明不可得，无明无是心，假嘅是心当体就是佛心，无明是心即佛心。我们反复的幻化空神，无是地的空神，当地就是法身。离开了个幻化空神，也无法身后的。那你明白了个道理呢？当下就能产生诸法的离体。所以就是第三种的，就是无闻皆空的空义的最高的境界。你观察一切法，当地就是真空实相。用按理的方式去观察，法法皆真。就是讲啊，以金作喜啊，喜喜皆金啊，所有有真心离地现现的一切的幻化的现象，统统不离真心离地。第二就是五蕴皆空的因义。那按照班长能够查证这个五蕴皆空的因义呢？我照见，我照见，照注意的就是最重要的所在啊！你要查证。五蕴皆空的真理就是靠观照，照就是观照，就是修观啊，见呢、就是察真，察待真到五蕴皆空的真理，该就是为止见啊，每眼就看到心理察真，在心理上察真了个空义，该叫做见。所以古人解释讲，当观之时一照，了了真理一见。正在修观的时间，观呀五蕴皆空；当观照的时间，这就是为着照，照，非光反照。一个修法，无事的时间，去家双腿盘起来，眼观屁屁观心。观察七家的五蕴身心，哪个是爱，哪个是我、一一的详细分析，天我嘛，神嘛，世法当中啊，水呢，火呢，风呢，一一的观察，观察这个事态统统归转本源去我在那边，爱的我啊，这叫我在那边，当观之时就不是照。照到七代究竟清真把这个脱离了，该就是了了真理一见，七代明白真道把这没有离了，第一代五蕴真空该因你完全七真道，该就是为止见啊，因为用把这美妙的智慧去观照，了了明白一切诸法独无实体后的，第一代以文是当体之空，所以为止啊。有文是去观照，有观照真实相，按照三种八者，文是八者，也按照方便八者，观照八者，实相八者。有文是去观照，脱见闻，有那个文是了解脱离，就晓得修观来回光返照啊，不是观照八者。由此观照察真诸法实相的脱离啊。这个就是为最重要，为全部把这修正的根本啊、所以要求突苦啊，要解脱痛苦，就从这就是下功夫。一个不去就不问还是不问，空不去来，所以我以不问能够空啊，我从就是下功夫，时时观照啊。由此察真诸法离体，哎，由此啊，五蕴就能够空啊。对于世间不会去执着，慢慢我就空了，慢慢法执也就空了，我法你执七带都消除了，苦厄也就从此脱断。所以啊，最重要我从这就是下手。过年有个比方修把这个方式。讲五蕴啊，像那个木石，比喻讲哈，五蕴就像那个人物，那个木石啊。烦恼啊，就像个一扇门，也木像一个门行入来。
也跟五文秋枪的一件物啊，跟烦恼秋枪的扇门，因为本该门关的呢，门底被木土夯的啊，金元珍宝你得唔到，拿唔到来使用，就本那个烦恼门呐、啊，赶快的，啊，也跟门还有锁呢，用锁头锁的，嘛个意思啊？直戳，直戳就是门锁。啊，另外五文啊。嗯，问我那个烦恼门关的呢？用直戳去锁的呢？直戳就全用锁头，锁得清黑，根本没办法进来啊！所以第一步有真空思想的真理啊，你没办法好真道。所以那个真空思想的妙理，全像那个物质那个物品，物质那个宝物。那现在你想爱多那个物质那其他的珍宝，得到真实的真空思想的使用，就要开个锁头。点个锁匙打开了，用锁匙把锁头打开了。某个东西让些锁匙呢，把这，该叫胶匙，用把这去干胶，该就是开锁的方法。啊，把这就是锁匙，修干就是开锁的方法。啊，该就是胶啊，啊干胶，修干干胶就是开锁的方法。一个锁易难开哦，千难开哦。啊，慢慢的去修干，干多久呢？一下个锁头就会开。干就像开锁，开锁以后门打开了呢，烦恼破除呢，啊，清净思想，这就是得到无神论的万物充盈，无神论的金元七波的万物从此将能有七大得到。啊，所以周根五文解空俩句话。六则诗会全部264个心经的总根本，总主脑就说了明。嗯，那么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将能够脱一切苦厄。脱是脱脱，求一个意思。啊，也能观五蕴皆空，将能求一那个一切苦厄。五蕴不空啊，苦厄不会除。到底那个世间有哪个苦呢？综合起来不出三类，世间人的苦啊，综合起来不出三类。第一，以自己的身体以内身心所生之苦，在内有每一个人的本身，一个身体心理作用所生起的各种苦恼，苦恼挺多啊，喜烦恼、贪嗔痴、喜怒哀乐也种种。都是从自己内身心望生起来的种种诸苦啊，而且你言真非五阴之身都是从两个位啊内身心望生起来的，所以从俺们每一个人的自身内身心中所生起的各种苦恼，会包含自己自身所发生的种苦。听你啊，以社会的人生的痛苦啊，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一个人突击啊，太感人冲突，什么一个社会参加一个社会的界限内，人与人之间免不了会发生冲突啊，有认真有喜爱，所以在社会上发生种种的问题啊，或者发生摩擦啊，彼此人生的痛苦挺多啊。你看那个世界上啊，多次突飞猛航，许多个种种不如意的事情，从社会的身体的痛苦，啊，俩也是包含所有一切为人生苦痛的境界，社会上能引发许多个苦恼出来。第三嘛，以次元界所生的痛苦，次元界是那个山河大地，啊，宇宙万有，在那个山河大地的次元界方啊。天灾地变，时时发生许多，是人生受到的苦难也是非常多。比如像台湾一个海岛，台风、不风灾，啊，还有水灾、火灾，啊，尤其像那个地震，水灾、火灾呀，还有办法可以预防，啊。比如说吧，落太雨呢会变水灾，看到情况不对而走还走得出，注意这个火种
莫不及发生你的火灾的情况，有办法预防火灾。地震的震灾啊，完全没办法预防。等到太地震的震灾过得来后，该发挺多了，就有许多个议员过得来个议员齁，就是该松杯冲啊跑位个山大了，就会挺多发出来。有没有个头量音咯，山就会叫咯，又轻几量咯，这都是体统以后才讲的，真正盲统以前就不讲，根本不对啦，实际上也不对。人啊对于自然界的依感最弱最弱，人家对于自然界的依感不缺了个小动物，莫讲太个动物，连个小动物啊人都当然不得。俗话讲啊，世界上腐朽物啊不是熟悉拿出的，了解啊，拿出的不比熟悉，因为呢既有依感，抵抗你的天赋问你都火灾了，火盲错的时间拿出的就强了，小见不到。你看看夜呢，我落太阳呢他就成搬家呢，夜光大春啊，他的所有的夜乱啊，一直一直喊的人就走了，他的晒服什么东西呢，他一晒掉哈，等他落太阳，他有依感，夜安太阳的时候通过他就有依感，他抵抗不落太阳，他就会晒掉，他抵抗他的地方会沾到水，他就晓得先晒掉。人有点什么依感吗？一些都没，以前还感染着去挑水似的，所以人的依感最弱。那么水火可以预防啊，地震根本没办法预防，物该科学下发达，既然没个能力来预防，讲话用各种的仪器来测，测量说讲哪一下会体痛，没可能，一点都不值得。等到发生啊灾难太大，所以问题就严重了，自然界方引发的各种的痛苦相当多，天灾地变时时免不了啊！你看就是世间的苦难啊，除了自己身心的痛苦之外，外面的社会界会引发痛苦，所处的自然界太地山河也会引发许多的苦难出来。你看就是就现实的实际情况分类啊，众生的苦有点许多。按照佛经上所讲的苦的名称，那就多了最简单讲，身心两种苦，有身就有苦，所以佛经讲有身则苦生，有了这个身体苦就生起来了，就一定有苦，有身必定就有苦。就是老子也讲，有胎发嘛，为有身，要无身啊，夫妇何妨，有两个身体隔天就有苦，可是你有办法讲死了个身体不死吗？没身体做的吗？老实讲，忙有团烦恼以前没可能没了个身体，你一个灵魂一个精神隔天而有身体好依靠，纵然两张人身肉体死掉了，等到他一清醒过来，纵然身还是身体，中间的阴的身体虽然是一张样子，但是几个精神的感觉还是身体，老了跟人生的身体完全重要，几个感觉就是身体，实际上是一张样子，听听。所以除非你团烦恼了生死神不到，忙游出三界以前没可能没身体，隔天有身体，所以有前阴就列在身体，中有中间的身体，后有后生的身体，一直无量劫来轮回生死磨团处，原因就是有了精神必定而有了个物质的身体和依靠，他没可能离开了个这个物质的那么建立几个精神的所在所以因此之故呢，有神就有苦，因为神必定心必安，所以身心依苦三苦就是三间都有苦苦坏苦寒苦人间有神罗平时爱别离言真非求不得五阴之身这两位中苦所有个种类清多，详细讲到110苦无量诸苦，所以两个世间是一太苦海，
佛法经讲，三界无岸呐，犹如浮尘，众苦充满呐，甚可怖畏。讲从四面佛手的来，啊，现在个佛度行啊，啊，汉凡唔晓得个想要求出嚟。所以世间所有的苦恼，虽然千多啊，综合起来，一切苦不出生死啊。痛苦之态不过生死，没有超过生死的痛苦啊。家庭无法烦恼团聚啊，无办法学出生死，无办法学脱苦。所以烦恼中的消除啊，因为烦恼中中涅槃，烦恼中的消除就能证涅槃啊。由此可以脱掉个分断生死。扫地障障菩提，家庭你还能够消除扫地障啊，破除烦执，烦恼障破除我执啊，把烦恼消除了，破除我执就能证涅槃啊，能够脱脱分断生死之苦，像最大限度像三文人阿罗汉。扫地障就是烦执啊，扫地障是障那个无上菩提，家庭扫地障消灭了，就能脱变异生死之苦。啊，所以能够察真义空之理啊，这样能够完全脱一切苦厄，是终苦解除啊，是脱一切苦厄，真正想爱脱苦厄，就爱从佛法修把这没有管放下手，时时关照啊，家庭唔要修管，努力念佛也系修管啊，也可以脱修管，间接嘅除烦恼嘅攻击嘅方法。所以也为全部264个经文的总义开始的要义，所以不是可怕的总是总是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脱一切苦厄啊，那总是。那么因此呢，那个可怕就顺从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脱一切苦厄两句话来分别全经的内涵。在下面听一段，就是撇说分别说明啊，究竟文空吐苦啊个意义啊，所以不是撇说。撇说有两段，第一刚说五文等皆空，第二刚说吐一切苦啊。后面的菩萨诸佛证菩提证涅槃，该就是究竟吐苦啊。啊，这就是讲说脱一切苦啊。现在先讲讲说五蕴等皆空，等等于后面的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身啊、四谛智的包含在内，所以是五蕴等。讲说五蕴等皆空啊，分两段，第一证明空义，第二揭显空义啊。一无所得故该一句，该就是极限空义啊，能够得真正空的脱离的明白，这个根本目标就是无所得，能够无所得，这样能够彻底明白那个空义啊。证明空义分两段，第一刚刚文空，第二六观初阶等空啊。刚刚文空就是啥例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啥例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俩就是刚刚文空。先看出众生的执着，所以刚刚文空有三段，第一就是看执，看是除，除去众生心中的执着。沙粒子是不异空，沙粒子就是沙粒佛，这叫佛事啊，凡神中观法就是子啊，沙粒子就是阿弥陀经的沙粒佛，就是人名了啊。关于沙粒子智慧的一个历史，在阿弥陀经上讲过啊，两位就不必讲。那么按照其他的一本，就是观自在菩萨修沙粒子的邮件啊，他给说明那个修把这没有观的修法啊。所以观自在菩萨对沙粒佛讲，观沙粒子，你应当而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念四句经文啊，世间人可能也常常谈到，可是几把那个色空两字啊，用乞夹爱个音义去想，想出一个偏差的脱离来啊。实际上色包含一切有形有相的法，就是前面所讲的十一色法，不异空的不异啊，拿来看作不离呀、啊，不离，意思一样啦、啊，不一就没一样啊。那么意思就是讲，色法没离开空，空也没离开色法，离开色法没空，离开空也没色法。因此之故呢，色的当体就是空，空的当体就是色。各位上帝师，把这心经经文分作三段，第一种是第二撇舍，第三结叹。现在是讲第二撇舍了，经文分两段，第一讲说五蕴等皆空，第二讲说脱一切苦厄。现在要讲第一讲说五蕴等皆空，有两段，第一证明空义，第二结现空义。现在讲第一证明空义啊，有两段，第一讲观问空，第二略观出界等空。现在先讲讲观问空，讲是详细。详细说明五蕴皆空的意义，所以是讲观蕴空。经文分三段，第一遣执，遣除众生的妄执，所以是遣执。经文就是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书相行识一佛一事。两就是第一段遣执的文字，遣是遣除，除去众生一个执着啊，所以为之遣执。舍利子就是阿弥陀经的舍利佛，佛就是子的意思，印度发佛诞了，翻成中国话就是智，就是智慧第一个舍利弗。观自在菩萨对舍利弗讲：“你要提的五蕴空的意义吗？应当要提，先拿色蕴来做例子来说明。讲色呢，不异空，空也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说明五蕴皆空的道理，先拿色蕴做例子来说明。讲色与空的关系啊，在八戒心经全部的八戒部的经典上啊，它的用不异即是也四则是来说明。所以讲色与空是不异，色与空是相即。当地就是不异两者是啊，过年拿来看作是不离的意思，意思一样。既然色了空没一样，就是彼此不相离啊，也就是无差别的意义。讲色了空啊，并没差别啊，因为就拿两个现在眼睛看的多个虚空来讲吧，色如果是离开那个虚空啊。色就不能成立，空离开那个色，空也显不出来。所以讲，色离于空，色即不生；空离于色啊，空即不现。彼此互不相离，又能互相成就。所以色了空，空了色，两种彼此互不相离。所以因此之故呢，给我们讲，色不异空。狂不一声。
有人认为讲，该按来讲，空也是空，色又是色，按来色老空啊，还是两界，还是分开，好像是不能完全融合。所以色空而自己能够完全融合的脱离呢，说明讲色当体就是空，空当体就是色，唔系个别。所以色老空当体即是，所以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用按那个方式来说明那个色空相即个关系的意义啊。那么进一步认真来说明那个色空的意义啊，色是指那个五蕴神心跟四态结合的色法，主要啊，我来破除人的我执，一个人我执，我来破除那个人我执啊，众生都指出那个。体随佛逢四态结合一身的身体啊，执着为实有，所以现在要开头就讲一个四态假设啊，唔系实法，系幻化嘅啊，所以呢个色就系四态嘅幻色，体随佛逢四态结合成嘅幻化嘅实法，无实体。空呢，空进一步。要全面的脱离来说明讲，空就是把这真空的脱离，啊，把这部经典所讲的空义，就是讲你看一切色法当体即空，啊，众生因为迷执，啊，迷失这个真空的脱离，执着这个四态的方式，啊，像水呀，流通了以后变成波浪，那现在众生呢？念头的波浪不敌水性，啊，菩萨晓得这件烦有当体即空，抵抗那个波浪不敌水，波浪是平的，就是水，水波浪同样是实性，都是实性，实性并无差别，所以幻化主有个波浪，当体就是真空实相的实性，用实性。比真空实相的妙理，所以这个幻有的假体当体就是真空啊。经常讲话，波浪不依水，水不依波浪，两个用意啊。第一句色不依空，主要要破除凡夫的对于五蕴神心的执着。因为讲你四体结合的时候，你是爱的，有我有我说，讲你是从个人我执嘛。靠的一种的方法，用空破除自己的妄执，真空不无一幻相，真空离体呀、啊。老年的幻相的假法，并没讲话分为两界啊。水的当体呀、啊，不离波浪，所以水不依波，波浪是水变成的呀。因为风吹了，将会有波浪。众生因起烦恼错念嘛。将会有那个色身，所以水老波浪实际上是一体，所以因此只顾进一步讲空不异色，讲空不异色呢，容易而破除你身人的偏空的执着，上文人格的真道那个偏正涅槃的空的理性，但是给对那个色法执。啊，还是这位法官是有，啊，不能解除，所以其实执着两个偏空啊，唔敌一个空并不依一色，所以讲空不依色的用意啊，就要说明讲话，你的一生人执着的空，应当而敌，并不离色法，离开色法，一个空心也不可得。所以进一步应当要了解讲，色的当体就是空，空的当体就是色，所以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个脱离，简单说明啊，经常讲用金的来做喜气，以金作喜，喜喜改金，金比真空的离体，喜气比那个幻象各种的幻象，所以一切幻象不离。这个真金的真心离体，这就经常讲话，实际是空，空即是这个意义啊。那么你要设法明白了以后呢，
而凡夫的肉眼看啊，实法是有质、有爱、有限量的东西，上下是空。那心理作用的思想行识，更是空了。所以思想行识的思维属于心法，一个心法始终呢无形无相，无质无爱。那么那实法上下是空，思想行识思法的无形无相的。啊，这个心理作用的加法更是空了，所以接下来简单一句讲，思想行识一复一思，讲思想行识也是中央当体之空。详细讲应当诶，按一下，讲思不异空，空不异思，思即是空，空即是思，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的思想，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识不异空，空不异识，识即是空，空即是识。文是一个详细啊，我按一下。但因为中国人好了，写了很多文字啊，厌烦。所以用简单理想文可以提到思想行识。一复一思，把杂思问题就解决了。个修也重要，想也重要，行也重要，识也重要。就老前面的设法的设法重要，不一即离都是重要。按理你就可以容易明白。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016766，50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梁皇宝忏共修法会，恭请湛山法师领众。日期4月8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一；4月15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二；4月22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三；4月30日星期日，梁皇宝忏卷四；5月13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五。5月20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六七；5月27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八；6月3日星期六，梁皇宝忏卷九。时间下午2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七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敬请亲临分会登记，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上万禅师父提到的，就是我们祖先会可能会回到，就是会升到其他的世界，要看自己的因果善恶的累积。那如果假设有我们的祖先来到我们的梦里，然后跟我们说他想要一些衣服或者是穿着的部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回应，或是应该要如何去做这件事情？那还有请师父来给我们一些介绍或分享。这个问题呢，在一样是在《地藏经》里头有回答了。这个问题呢，《地藏经》里头说啊，如果你梦到已经往生的父母啊，已经往生的祖先啊，不一定是那个人在痛苦，有可能是你好几辈子以前的父母祖先他在痛苦，所以呢，他给你一点梦兆，让你梦到他。但是呢，你梦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不会觉得哦，我要努力修行。所以他给你梦到可能你往生的父母啊，往生的祖先你认识的，你才会为他修功德。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他如果少衣服，他如果少食物，他如果少钱，一般民间信仰的方法就是，那你少钱我烧钱给你啊，你少食物我烧食物给你啊，那你少房子我烧个纸房子给你啊。但是呢，佛教的重点一样，佛教的重点是你最缺少的不是房子，不是食物，不是钱，你最缺少的是离苦得乐，我们讲的解脱。佛教最重要的是解脱，究竟不要痛苦，让你离开这个痛苦，你就不会今天少这个，明天少这个了。所以呢，佛教的重点，如果你梦到你的祖先说，哎呀，他很痛苦啊，他又怎么样了，他少了什么啊，我们一定要记得赶快帮他念佛，念阿弥陀佛的名字。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那里呢什么都有，有食物，有最好的环境，有最好的房子。我们赶快帮他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祖先去了极乐世界，他就不会再缺少什么了。那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还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做一点什么，华人喜欢烧一点金银纸，那也不是不行，你就烧。但记得一边烧的时候，一边要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子的去帮助，去回向。好。